Gandhi Desktop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 PDF 文档编辑转换工具箱。软件内置了 PDF 文档转换、PDF 合并压缩、PDF 文本图像提取、PDF 密码解锁保护以及 OCR 识别等多种实用功能。获取软件安装包后，先双击 Gandhi Desktop 主程序，选择语言，接受协议，设置安装路径后，等待软件安装完成。安装完成后，如果直接打开，软件就是未激活状态，只有两次试用机会。因此，在安装导向中，不要着急打开软件，先取消运行程序，然后点击结束，退出安装向导。接下来网创智慧库说一下这款 PDF 编辑转换工具箱的激活方法。现在打开软件的安装路径，如果找不到，可以用鼠标右击桌面上的软件快捷图标，选择属性，再选择打开文件所在位置，然后将文件夹中的 activator.x 文件复制粘贴到软件安装目录下。现在双击运行 activator 文件，记得操作这一步骤前，需要先暂时退出杀毒软件。打开 activator.x 以后，选择 product 选项中的倒三角，再选中列表中的 iScript Converter， 最后点击右下角的 activate 启用激活程序。出现激活成功弹窗后，就可以免费使用这款功能丰富的 PDF 工具箱了。左侧是软件的功能菜单，可以从 PDF 转换选项中将 PDF 文档转成各种支持的格式，如 PDF 转 Word、 PDF 转图片等，也可以通过转为 PDF 选项将其他支持的格式文件一键转换成 PDF 文档。其他工具中是关于 PDF 编辑的一些辅助功能，如 PDF 压缩、 PDF 保护、 PDF 解锁、 PDF 提取文本、 PDF 提取图像等功能。所有使用过的 PDF 功能都会自动保存到最常用工具选项中，方便下次使用。以上就是这款 PDF 编辑器的安装激活教程和相关功能介绍。需要这款 PDF 文档编辑工具的朋友，只需关注网创智慧库，私信回复关键词 PDF 桌面即可获取软件地址。感觉分享不错，请帮忙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记得关注网创智慧库，本号将持续分享高效实用的软件工具和使用技巧。